在视频平台晒出岳云鹏参加综艺中餐厅的路透视频。视频中岳云鹏身穿绿色短袖白色短裤，刚刚买完菜准备回去，看到有粉丝打招呼，岳云鹏也是非常热情的回应，并且跟粉丝合影留念。看到这一幕，不少网友表示小岳岳真接地气，不怪能这么火。你是学生吗？嗯，在这读博。那个就是我们学校的。从瑞典过来的。从瑞典过来的。啊，我没问你。我想听你唱五环。除此之外，也有网友晒出中餐厅因为客人过多，中餐厅的门外还有许多的顾客。看到这些不能进店的顾客，岳云鹏也是特地出来解释，并且两次鞠躬道歉。听到粉丝们说是特地来看岳云鹏的，岳云鹏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不得不说，岳云鹏的这一举动非常的暖心，赢得了许多网友的好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名额有限，我不能给每一个人做咱们中餐厅的这个菜，但是抱歉，好吗？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来看你的。啊，我们不想吃，我们就想看你。好嘞，好嘞。据悉，中餐厅第七季录制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，看到岳哥出国录制综艺，大家也是感慨万分，直呼岳云鹏的事业发展真是如火如荼，真是令人羡慕。自从岳云鹏跨界之后，在综艺方面发展得非常不错，综艺邀约不断，一年到头没有闲着的时候。为此，也有不少带节奏的表示，岳云鹏这是不务正业，不开专场，不回归小剧场，相声舞台似乎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行动是最有力的回击。上海、郑州专场的举办让大家感受到了岳云鹏依旧是那么火热，那么有热度。特别是看到岳云鹏济南专场官宣说岳云鹏不务正业的声音，算是彻底消失了。